出北字，象征台北市的热情跟活力。紧接着轻快活泼的旋律一下来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全都嗨起来，扭一扭，让身体动起来。这一首融入多种台湾元素的拥抱世界拥抱你，就是今年八月即将登场的2017台北市大运主题曲。幼儿园小朋友拿起有吉祥物熊赞 logo 的道具，随着音乐节拍开心跳舞，旁边的社区妈妈也摆出专业姿势融入旋律里。究竟评审会选择主打可爱牌的孩子，还是舞技架势都十足的社区妈妈？由于我们民队系统发挥最大的热情，所以让我们青善团呢已经超过四万多的人参加。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是大家主题的比赛哈，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旋律很想跳舞。轻松的方式认识四大运主题曲，最重要是把四大运主题那种轻松活泼这个运动旋律的一面呢，能够透过大家的创意呢，透过舞蹈的比赛呢，让大家更认识四大运，也透过这个方式来参加四大运。目前台北市民政局跟12个区公所已经开放民众报名，邀请大家以市大运主题曲结合副歌专属舞蹈动作，还可以跟各区的舞蹈高手同台较劲，欢迎民众展现属于自己的市大运舞步。记者顾灿勇，采访报道。